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蓉姐来到了位于赵里的福乐湾的早市啊，这个早市的人流量很大。一会儿呢，蓉姐带大家看看市场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。这小花盆可真好看哈，这小的时候用的，这就叫亲姐的小花盆。还有净版，这大坛子，大茶缸子，两个5块钱，多好。火龙果3个10块。啊，菜头火龙果还有2个10块，可能是品种不一样啊。老板说它的好吃，小旱黄瓜1.5块，应该是小甜黄瓜，好吃哈。这是啥品种？这个是芒果柿。芒果柿多钱一斤呢？5块，这俩5块。啊，这个3块，我这是普通的奶柿子。这个我还真没见过。这是芒果柿，这是大头梨。长得真像大头梨哈。这个3.5块吗？这是5块。啊，他俩一样价。这油桃怎么卖呀？5块钱，杵的真好。买马脚油桃好吃。鸡蛋黄地瓜2块钱啊，5块钱一斤。大窝瓜2块。辣妹子来耶，辣妹子3.5块啊，我还以为2块呢。刚看这小蕉长得可真秀气。这小蕉多钱呢？5块钱，这长得多秀气。这个早市的环境特别好啊，因为它这个树多，两边都是树，然后树就得树的这个中间这块啊，大家就是摆的摊儿，所以感觉就像在逛公园一样啊，环境还挺美的。这当地的茄子4块钱啊，大家这都在挑呢，一瞅就当地的。还有那个辣椒啊，就是人们都在挑。大樱桃啊，很多人在买。这樱桃多少钱？这樱桃多少钱一斤？2.2块。啊，现价10。这卖的各种鱼罐子，卖的可好了啊，15块钱两罐，15块钱两罐。什么刀鱼的呀？这是鞋油，卖鞋油的，挺好的这鞋油啊，卖的。今天没有人，因为今儿天冷。馄饨、羊糖、蒸饺、烧麦，这块排大队啊。天儿啊，又有点阴了。嗯，天气预报好像报的是7点，还有雨，凉飕飕的。这羽绒服内面，内蒙的小米啊，8块钱一斤。这小米好吃。胸罩还有短裤啊，人还挺多的在挑的。8.5大土豆1.5块。现在卖干1块，昨天就卖一块。还不到啊。咋卖的呀？你买12，春天要10块钱。12斤，12块钱，没买，10块钱一斤。今天是鳕鱼，没买，这啥呀？咱看看啊，10块钱，这是啥？关键干嘛呀？我挑一张，关键它好吃。山药粉皮，糖尿病人都能吃。山药粉皮。啊，这多少？10块钱一拿。都10块钱。不是红饭，单拌跟黄丝饭又差黄瓜。咋吃的？家人们，咱收完摊了啊，今天晚了有点饿了。家包子人挺多的，好啊，好吃。这个粉上鸡蛋的啊，还挺好吃的。俺妈要了一碗粥。不是现在便宜了，咱们也不买就可以包一点。还有碗玉米粥。再喝。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喜欢蓉姐的话请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哟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